进党政府不得人心政策的一次反弹，他丢掉了作为政府应该有的行政中立的地位。民进党现在自以为是台湾的主人，他可以为所欲为，差遣万物，他们手中的权力已经分食了他们，让他们听不到山川的叹息，看不到人民的愤怒。你哪来台湾？请请你去救他。村名台湾行，伊有一支手会串，三千只呀，目睹着千端。阿娘话，煞翻盘，中秋找无影。后来伊着贪污，后事一大摊，怎想得现金，实在乌心肝。你若来台湾，请你小看看。啊，怎么我做总统升官，我文啊不变卦，我总是要正的嘛。村名鸡巴树，伊有三张鸡精树。初选之夜，热心肝落单。阿娘话，想要赢，先问林彩阿妈。后来伊着出国私奔一大车，西去巴拿马，实在无心肝。你若来台湾，请你小看看，莫讲开嘴烂，予你袂当活。嘿，你若来台湾，请你真正看。村名变心啊，伊有一支花扫把，无算计啊，一个香草单。啊，那阮有钱耶，当时要给我，后来伊的簿下底彩一大挂，甲人花是泪，强要留牵挂。你若来台湾，请你小看看，民进党的白贼话上界出名。恐会来又因为种种的原因导致停业，那内部人不是很恼气吗？把我们内部人当社交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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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容易吓死人啊！什么事？